今天出太阳了，天气好，我媳妇带着我在他们村庄上逛逛了。这个是他们这边的小学。这啥呀？我提这个大包来哦，进不去，锁门了。就在我家西屋旁边，我说倒挺近的，走路一分钟就到了。他们这边都封村了，出也出不去，进也进不来。出去的话要登记啊，像我这个外地人，估计我一个人出去，没人带的话都进不来。就转转，哎，这个年过的太无聊了，在这边。本来我买的是明天的票，明天我就回家了，结果我们那边都封路了。我堂哥说我回去了还把我抓起来隔离，还是老老实实在这多待几天吧。啊，去那个黄土高坡上转转。哎，高宝宝，把你累死了，宝宝。啊，走，去玩吧，去玩吧。怎么了？我要背啊，我要扛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扛啊，祖宗。我去。哎呀，小心衣服。衣服就衣服，你洗。我去。转转黄土高坡，去抓蝎子去。哥们，这小麦往边上站一点。哎，这是小麦，往边上站一点。这个，嗯，不是草吗？小麦，小麦啊、草，嗯。哎呀妈呀，这下面有个砖厂。嗯。这就小麦呀、啊。啊。我还是草嘞，草子种。小仔，你在拔什么？雪还没融化呀！哎，走走走，我们再上山。哎呀，爬不上了，好累。这倒山更累。哎呀，我本来想爬到上面去看一下的，爬不动。下面有对小情侣在约会，行。哪呢？哎，还真是，还真是。走走，我们不打扰人家，走。走走走，下去下去。宝宝枪。实在是无聊啊，陪我儿子玩下土。哎呀，这去没地方去，玩也没地方玩。回家回家回家，睡觉去睡觉去，走打肉去。爸包啊，不让牵这。摔跤了，我跟你讲。这能干的，哎呀，爸包爸包。不能摸不能摸，好烫。啊，好烫好烫，不能摸！你吃午饭了，我一个人吃饭了，咱们一家吃面条。香不？好香，腌的菜。他们在吃酸饭、酸面条。再来一碗，不吃个两碗不可能的，是吧？嗯，脏死了，好酸。他们这边得要放这个腌的酸菜汤啊。这是做那个酸菜汤，哎，就我做的那个酸菜汤啊。嗯，哎，好酸，过上，少倒点，过在那里，这真的好烫。过上去，嗯，豆角，胡萝卜，好吃吧？好吃。